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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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's your favorite Chinese food? Hot pot. 海底捞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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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里现在有103名隔离人员，有特殊的情况的，有特殊人群有23名，比如说老年人、儿童、孕妇以及一些有慢性病、特殊的传染病，要做重点的关注。在这里，我不仅为他们要提供正常的一个诊疗服务，更需要对他们的心理进行一个疏导，因为好多隔离人员在这里住的时间长，经常会觉得很无聊啊，很寂寞呀。本身是中医专业，所以就发挥我的特长，经常会在我们这个健康关爱群里发一些中医的养生保健知识。另外当他们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也会来找我。